战争之矛，和平之盾，兵器世界，观古论今。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专家是魏东旭老师、白猛辰老师，欢迎二位。在2021年的12月初啊，一架沙特阿拉伯空军的 F-15 战机据称被一枚地空导弹击中，导弹的发射者用视频记录下了这次攻击的全过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2021年12月10日，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南部的马里卜省实施了一次防空作战，动用了法特尔一型防空导弹。胡塞武装放出的红外成像设备拍摄的视频显示，这架直线飞行的 F-15 战机在被导弹袭击之前一直在抛洒热焰干扰弹，随后导弹追击了目标，但并未将其击落， F-15 战机飞离了现场。好，刚才的短片当中展示了在不久之前发生的一次地空导弹攻击战斗机的全过程，而这次据称被击中的是一架沙特空军的 F-15， 而地空导弹呢则是胡塞武装的法特尔一。 F-15 我们非常熟悉啊，那么这个法特尔一是哪种地空导弹呢？法特尔一呢一般认为是萨姆六的一个变体。我们说萨姆六这个导弹呢在中东区域那是名声很大，有名的叫所谓死亡的三指嘛。死亡三指指向天空，因为它是三枚导弹在单独的发射车上面，三连装。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导弹的攻击在中东的以色列飞行员的描述里面，它有点像爪子这么抓下去，它是先往上，然后在发现目标之后再从上往下去俯冲。那么这个弹呢应该来讲在60-70年代的时候它的性能很先进，它70年才第一次到埃及。那么它的整个设计来讲应该是60-70年代的一个经典设计，第一级是固体发动机，第二级呢就是冲压发动机，这个也是当时苏联第一次在导弹上使用类似的设计。那么当然是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弹啊确实有点落后，一个呢是它的这个并不是发射后不管的，那么其次呢就是它的飞行的速度它可能只有马赫12.2，它最大只能攻击大概以这个8G 来这个水平机动的飞机，那么它对于现在这些机动程度很高的速度很高的目标的话攻击能力应该来讲是很差的。那么但是法特尔有一个说法是它可能换了这个红外导引头，但是这个也只是一种传说，如果说是它有进行导引头的更换的话，那么它可能对现在这些拥有很强电子战能力的飞机的攻击能力要更高一些。但是总的来讲这个导弹确实是有点太老了一些，所以它对于现在的这些三代战机、三代半战机甚至四代战机来讲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威胁。好，虽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算比较先进啊，但是到了今天这个萨姆六导弹呢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爷爷辈的导弹了。那么据称本次被导弹击中的沙特的 F-15 战机又是什么水平呢？东旭老师。我认为呢沙特空军所使用的 F-15 战斗机应该是这种中期的改进型号，或者说呢比较先进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型号。因为沙特这个国家它在采购武器装备的时候呢是不差钱的，所以呢一般都会买比较昂贵性能很先进的。那么一开始沙特采购的 F-15 主要是满足制空作战的需求啊，有效的保护自己的领空啊，就是防止这个外敌从空中对沙特进行这样的一个入侵。后续呢沙特其实对外也有一些军事干预的一些动作，所以呢在这个美国的帮助之下也对 F-15 战斗机进行了升级，改到了这个 F-15S 包括 SA 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不仅提升了针对战场环境的感知能力，那么精确制导弹药的这种挂装能力也会变得更强。所以这一次我认为在也门的相关空域应该是它的改进型号，就是可以携带一些电子干扰吊舱、侦察吊舱，包括一些精确制导弹药，可以有效的识别地面的目标，然后对它进行这种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沙特在也门的战场使用 F-15 并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制空型的战斗机去使用的，说白了就是会飞的炸弹卡车。沙特空军的 F-15 应该说在整个中东地区呢都是有名的，算是最先进的战机之一。那么这么先进的战机怎么会被爷爷辈的老式导弹命中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沙特的 F-15 的先进性。目前沙特皇家空军装备有多种型号的 F-15 战斗机，包括 F-15CD、 F-15S 和 F-15SA 三个型号，其中 F-15CD 属于最早的空中优势型战斗机，基本不具备精确对地打击能力，
而 F-15S 则类似于美国空军的 F-15E 攻击鹰，是专门为了执行对地打击任务而发展的双座全天候战斗轰炸机，航程和武器挂载能力大幅提升。不过沙特空军的 F-15S 的电子设备经过了减配，不具备地形测绘能力，也取消了一部分电子对抗设备，由于指引精确对地武器的兰顿吊舱性能也遭到限制，这使得它的性能比不上美军自用型号。而最近几年才交付沙特空军的 F-15SA 战斗机则是 F-15 家族最先进的改进型号之一。 F-15SA 的飞行控制系统从老型号的液压助力操纵系统升级到了电传飞控，改善了飞行品质，还使得机翼下方的两个挂点能够挂载大型对地武器。而航电设备方面的改进更加明显，不仅换装了 APG-63V3 有源相控阵雷达，还配备了前视红外成像系统和 DEWS 先进电子对抗套件，在座舱两侧还安装了两部 MAWS 型红外成像导弹逼近告警系统。完备的电子战系统使得 F-15SA 的飞行员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敌方雷达开机、导弹发射的预警，还能自动执行电子对抗策略，对来袭导弹的雷达导引头进行电子干扰，或发射热焰弹使红外导引头丢失目标。好，刚才的短片为我们盘点了目前沙特空军装备的三种 F-15 战机，那么两位老师认为本次被导弹击中的可能是哪一种呢？白老师，应该是 F-15 的 SR 或者是 SA 啊。这个 F-15S 呢其实就是 F-15 的沙特版，因为沙特手里有一些 F-15CD， 但是 F-15CD 这个型号呢基本上还是像东西老师刚才讲执行制空作战任务，那么沙特方面呢也实际上用 F-15 对一些这个比如来袭的无人机进行过拦截，这个呢比较适合 F-15CD 来做，但是在也门上空的这种空袭任务，那么 F-15CD 呢基本上就很难执行了。那么 F-15 的 S 和 SA 呢实际上就是沙特版 F-15 和沙特版改进 F-15 这么一个区别。那么 F-15SA 呢它在上面其实整合了很多的新的一些技术，包括这个我们说雷达的软件的一些升级啊，包括刚才东旭老师讲的这个敌我识别以及这个电子对抗设备的一些改进。因为沙特的 F-15 其实在这些年并不是说一帆风顺，之前在2018年包括在2015年其实都有被地面火力所命中或者说至少被威胁到的这个记录。那么因此沙特方面呢在这个比如说告警，那么尤其是针对不同的制导模式，雷达制导还是红外制导的这个导弹的这种告警，包括这个整个防御，甚至我们说对于飞行员对导弹来袭之后怎么样进行规避，这些都进行了很多的升级。因此我觉得这一次呢很有可能应该是沙特的 F-15SA 可能遭到了攻击。嗯，那么这次呢也有网友提出来哈，这个 F-15SA 拥有完备的电子战的设备，而且呢不仅飞行员能够第一时间获得预警，还能够自动执行电子对抗手段。那么如果说真的像这个胡塞武装方面宣称的他们的这个萨姆六的这个导弹对 F-15 进行了有效的攻击，那么为什么 F-15 上面的这个电子对抗手段失效了呢？这说明胡塞武装的背后很可能是有高人指点。我们知道这个胡塞武装它本质上是一个游击队属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因为这个沙特这个空军它的这个 F-15 战斗机所选择的目标非常的有限啊，一般会选择高价值目标。那么这一次呢有可能是守株待兔，也就是说呢我可能会设置一些假目标，或者说故意的让地面的作战力量进行一些机动啊，主动的暴露目标引导你来对我进行空袭，然后在周边的一些区域我部署这个萨姆六导弹的这种发射车对你进行这样的一个伏击，所以很可能是精心策划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那么沙特的这个飞行员如果是按照日常的这种对地攻击的一个模式，可能是粗心大意，就比如说他仅仅是认为自己就是轰炸地面的一个目标而已，并没有意识到周边是有这个防空导弹设伏的，那么他的这种对抗系统有没有打开或者说完全的激活，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后勤保障维护方面，如果说一旦出现了一些故障，那么再先进的电子对抗或者干扰的设备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发挥它应有的功能。那么这一次之所以被地面导弹给盯上了，
或者说有可能受伤或者是被击落，这可能是大意了。好，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啊，美国人此前吹嘘的神乎其神的电子对抗套件，这次呢看起来似乎没有发挥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虽然魔法防御失灵了，物理防御却救了飞行员一命。这架 F-15 呢没有被击落，而是带伤返航了。难道是因为导弹威力不够吗？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萨姆6防空导弹系统。好，刚才的短片为我们介绍了这次胡塞武装使用的萨姆6防空系统的运作的整个过程。而在节目开头呢，两位老师也对这套系统的水平做过表态，是一种爷爷辈儿的防空导弹。和现在的新式防空系统，比如说 S400、S500 这类相比呢，萨姆6究竟落后在哪儿呢？白老师，刚才我们说它的落后有几点啊，一个是它的制导体制。那么现在我们所熟悉的一些防空导弹都是发射后不管，打出去之后它自个儿找目标了。但是这个萨姆6不行，你就得一直拿一个东西照着相关的目标。那么这个导弹呢，其实只能是找你去引导的相关的波数。如果说在引导的过程中，比如说我的雷达车被击毁了或者关机了，那么这个导弹就找不到目标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就直接失去了作战能力。第二个就是在60-70年代的时候，它所能够面对的敌方目标飞行速度和机动性没有那么高，所以它在末端的冲刺能力就是马赫数 2.2， 这个速度现在来讲对于飞机来说都不是一个很高的速度了，那么更不用说现在很多的这个拥有超机动能力战机，它在躲导弹的时候去这个闪转腾挪的水平比当年的飞机能做出的动作要复杂得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你就算是抓到这个战机，它通过进行这个腾挪的方式，它能够躲掉这个导弹。那么同时呢，我们说萨姆6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战斗部相对比较原始一些，它使用是传统的破片战斗部，57公斤的这个破片战斗部据说能产生2500个破片。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破片战斗部一般采用都是连续杆，或者说是有的是断续杆，但是总的来讲它在天空中会打出一个类似像圆锯一样的这么一个弹幕，如果敌方的飞机飞过这个弹幕的话就可能会被撕裂。因为我们说现在的三代机的这个整个的防御水平，尤其像 F-15 这样的很结实的飞机啊，一般的破片可能会给它打成重伤，但是这个飞机不会坠毁，因为我们说 F-15 的记录就是差半边的机翼还能飞回去，所以你普通的攻击对它没有效果。那么这点上我们说确实是可能这个萨姆6的威力上还是有一定问题。因此呢，我们说整个萨姆6的性能来讲，它就是一个60-70年代的主力的防空导弹，用在现在这种几十年之后的飞机上，那么威力包括精确性包括这个制导的效果肯定都会大打折扣。胡塞武装在历史上曾经多次用这个萨姆6导弹然后对 F-15 进行攻击。我们反过来想这个问题，虽然这款导弹呢可能现在看起来已经过时了，但是它毕竟是胡塞武装手中的一款利器，对吧？那即便这次我打上这个 F-15， 但是 F-15 并没有掉下来啊，对吧？最终是没有击落嘛。
这个原因有可能是什么呢？我认为四个字，因陋就简。因陋就简，对，怎么说？因为胡塞武装它使用的这种防空导弹也好，或者是它的这种对空的这种搜索系统也好，我们看它并不是一个制式的装备。即使说此前使用防空导弹针对沙特的战斗机进行了这种命中，一般呢就是红外制导的空空导弹放到地面上发射，而且甚至使用的是商用的这种红外或者说一些光学的搜索设备。这就说明胡塞武装不太可能拿到成套的这种制式的装备。就像刚才白老师提到的，虽然说萨姆六已经比较落后，如果它是体系化的去装备去引进，有几个营，然后有这个标准的这种雷达搜索车或者是指挥车以及相关的这种保障的这样一个系统，那这个就是相对而言比较完善的防空作战体系。那么沙特的这个战斗机也好，包括其他的这种飞行器也好，要飞到了相关的区域，那么它被击落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度的提升。因为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作战体系，可能会有多部的发射车，或者说有这种多部的雷达进行这种全方位的照射或者交叉照射，这样的话呢，针对空中目标的锁定能力和精准的进攻能力就很强。但是胡塞武装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这种作战方式呢，就是能够保证对于沙特的空中袭击或者是空袭行动构成一定的干扰，但是呢没有办法完全阻止沙特 F-15 战斗机的这种轰炸。所以从目前来看更像是一种防空实力的展示，而并不是体系化的防空作战。好，通过两位老师分析呢，我们不难看出这次胡塞武装所使用的萨姆六防空导弹呢性能已经比较落后了，虽然这次宣称命中了 F-15， 但是其实最后没能将其一举击落。但是呢，也有消息指称胡塞武装的这套法特尔一啊，可能不仅仅是这个萨姆六刷了漆那么简单。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根据此前胡塞武装放出的画面来看，他们所使用的同花顺雷达车可能进行了改造，在侧面加装了光电瞄准系统，使萨姆六这种老式导弹具备了静默跟踪能力。有人推测，胡塞此次很可能使用的是一种特殊战术，火控照射雷达和搜索雷达都不开机，只使用光电瞄准系统来发现和跟踪 F-15。 光电瞄准系统和火控雷达天线是联动的，光电跟踪也就等于是火控雷达天线在跟踪，只是雷达不开机，不辐射出信号， F-15 的告警接收机也就不会告警。等到 F-15 靠近到足够距离时，火控雷达突然开机或者加高压，此时雷达的照射波束也就刚好照住目标，然后立马发射导弹，打了 F-15 一个措手不及。好，刚才的短片为我们解析了本次胡塞武装所可能使用的一种特殊战术啊，两位老师对此怎么看？他其实考虑了几点因素，第一个就是早期雷达告警，他对雷达频段认得很细。那么你既然认得萨姆二的频段，我给你换一个松九雷达的频段，那么其实就是一种雷达欺骗嘛，就是我不告诉你我这有萨姆二。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说他实际上考虑的就是你的反应时间。就是如果说我的攻击的时间足够短的话，就算你有雷达告警，你也不足以脱离，你甚至来不及做一些反应动作，你就会被击落。那么类似的战术呢，其实一个是在中东战争期间在埃及手里那么进行过很多的尝试。那么另外我们说1999年在科索沃，实际上当时这个地面上的防空部队也是使用萨姆六做过类似的方式。但是这套战术呢，我们说1999年能够击落美军的 F-16， 那么现在如果说拿来这个欺骗这个沙特方面的 F-15 也是应该有可能的。再加上如果说地面的萨姆六改进了光电这个侦搜的方式的话，那么因为我们说光电方式它其实相对于雷达方式更没有踪迹可寻，那么沙特方面很有可能压根就不知道地面有萨姆六或者法特尔在等着自己。如果说这个法特尔的导引头再改成了这个红外制导的方式的话，那么沙特方面只有在最后的时刻才有可能发现这种相关的导弹的来袭。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注意到胡塞武装呢对他们手中的萨姆六导弹有可能会进行改造，加装了刚才白老师说的这个光电瞄准系统啊，其他的一些先进的系统，而且似乎能和火控雷达天线联动。魏老师您怎么看？
沙特的这个 F-15 战斗机，尤其是它的这个中后期的改进型号，它的这种这个告警系统，包括它的电子对抗系统，应该是比较先进的。如果是使用传统的作战方式，比如说先是搜索雷达和火控雷达对它进行照射，那么它的预警时间应该比较长。那么沙特的飞行员可以做出更多的大过载的机动动作，或者是加速逃离，或者是进行这种主动的电子干扰。那么一旦这个雷达没有办法进行制导，其实你再先进的导弹也没有办法瞄准目标。那么这个沙特的这个 F-15 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的时候，我们看往往飞得很低。其实这就给这种红外制导的导弹，包括这种红外的光电的这种搜索系统，它的这种成功使用，其实提供了这种很大的可能性。因为就是刚才白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我红外和光电的瞄准系统针对战斗机进行锁定的时候，你是茫然无知的，你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这种感知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突然的去发射萨姆留导弹，尤其是我把这个引导头改了，改成这种红外制导，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可不是便携式的防空导弹，飞得非常快，而且它的这种抗干扰的能力要比一般的便携式防空导弹要强很多。那么这个时候，沙特的这个飞行员在进行对抗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个误判，导弹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刚才两位老师分析之后呢，我们会得出一个印象啊，再次印证了那句老话，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绝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再先进的技术装备放到不会用的人手里呢，可能无法发挥出应有的实力，而运用得当的战术战法，再加上一定的现代化改造，老旧的武器装备有可能会取得不错的战果。好了，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谈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到来，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